各位 Less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温真菱。早安，今天有睡好吗？想跟你们分享，只要将现在要做的事情想象的像过去一样，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，现在就会开始去做咯。希望你们今年都可以完成暂时被生活埋没的小小梦想，祝你们一切好。